穿过嘈杂嘅世界，就会见到通往地下室嘅楼梯。周围都系蒸紧中式点心嘅气味。喺用刺眼嘅粉红色乱咁游嘅门里面，你会听到歇斯底里嘅歌声。一个咁样嘅地方，佢哋叫做工作室。作室，你今日个碌好唔掂喎！啊，咁系咩意思啊？都唔知几好睇啊！系啦系啦系啦，好睇啦！哇，好暴啊！啊，你讲咩啊？咁样嘅城市。真的讨厌。喂，小姐，喂，等阵啊，唔好走住啊！呢位好长黑色头发嘅学生，等阵啊，俾我。俾我睇下个样子。喂呀，唔该你唔好咁样啦，我冇咁多时间陪你玩啊。哇，边个？啊，系个好瘦嘅靓女嚟啊，身高几多 cm 啊？睇你个样子应该都系170啦。系，你着嗰套衫应该会唔错噶，唔知道会系点嘅咧？对唔住啊，我赶时间啊，我要先走先啦。喂。等阵啊，冰桃小姐，你唔好走住啊！等阵啊，喂喂，嗰边好危险噶！喂，等阵啊，唔该你唔好走啦、啊！啊，我对唔住啊！咁样乱咁跑系唔得噶，呢位小姐系。喂 ，Isabella， 唔系俾个女仔走甩啊！捉住佢啊！捉住佢啊！捉住佢啊！系同党，你系死神。喂，做得好啊 ，Isabella！ 神啊，呢十八年嚟我都好认真咁生活，点解会遇到啲咁嘅遭遇噶？早知系咁，我就唔一味死读书啦，做翻自己想做嘅嘢。不过我想做啲咩咧？呢啲嘢连谂都冇谂过。点解我的人生会咁无聊噶？呢种气味好似阳光嘅味道。啊，天
件事原来是粉红色头发的，一直都不知道。啊，你醒了？啊，这里是……哦，你终于都醒了。我一定要的，我一定要的，我不是啊。好啊，你不要这样。喂，时装表演的模特儿，你说要我做？嗯，是呢。你有没有听过此镇艺术学院这间学校啊？嗯，原来你都听过啊，这样太好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学校很出名的，知道有什么那么奇怪的？啊？耶！我们几个是时装系的三年级学生。此镇学院在每年的十一月都会有学员制，我们在找到时出场的模特儿。学员制？你的身形又咁好喎，同我哋设计嘅服饰简直就系衬到绝一绝啊！嗯，咩话？系咁嘅话，你应该早啲讲啊嘛！哦，你咁讲即系应承帮我哋啦，好嘢！好嘢啊！你唔好讲笑啦！啊，好对唔住啊，我今年仲要考大学，冇多余时间同你哋玩，我要走啦。我遲了分補習班啊！應考生，咁咪即係一樣係三年生咯。呢度校服咪青榮學院嘅，你嘅成績應該好好嘅噃。係咧，考邊間大學啊？關你哋咩事啫？考邊間同你哋一啲關係都冇。切！我已經有好多嘢煩嘅啦，我而家冇咁多時間陪你哋玩啊！唔好再煩我。喂，你啊，咪走住啊！唔好啊，同我企喺度啊！唔理你系乜嘢大小姐又好，谂住做乜嘢都好，同我哋都冇关系。我哋并唔系得闲搵部E车踩下玩玩下，我哋都系梦想噶。喂，考大学啫嘛，有乜咁巴闭啊？我唔系咁嘅意思啊。喂喂，你识唔识反省噶？你居然咁谂睇唔起我哋？唔好咁啦，阿林。哼。真的好对不住啊！你咁忙仲要阻你时间，你啲人真系差到爆，同佢讲嘢盏影衰我。咁样算点啊？啊，系咧，我都仲未问你叫咩名添。啊，等阵啊，等阵啊，好对唔住啊，加露莲。啊，你话咩话？加露莲，我个名叫做实和子，放咗学之后就会喺呢一度做衫。如果你改变主意的，你可以随时来这里玩的。服了你了。这个女仔不错啊。George， 你回来了。啊。欢迎你回来啊 ，George。点样啊？搵唔到好嘅布料啊？还是差咁啲咁。系啊。今个星期日，我哋一起去日暮里啊。呢个叫阿芝嘅女仔，眼神好骄傲，好吸引人。原来佢叫做阿芝啊。佢系咩人嚟嘅？可唔可以叫佢做我呢个模特儿？唉，你唔使谂佢啦。原来是这样，是阿蓝他发神经激走了人家。阿蓝你真是。是啊 ,George, 我现在要赶着去夹 band 啊，是时候走了。不要动人屁股了。怎么算好呢？加露莲本学生手册。如果他想要就自然会回来拿的啦。唉，这个女人真的讨厌，不过真的浪费了。哇，好痛啊，个屁股。不知道有没有联络方法呢？啊，我本手册去了哪里？
我想起了，是那阵跌的。那张相是学校旅行那阵冒着生命危险偷影的，那张相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的。得咗！喂，周班同学，冇晒生存意义啦！喂，周班，啊，你做咩啊？系德森同学啊！我一啲事都冇啊，都不知几精神啊！咁就得啦，老师揾你啊！唔该晒你啊，系咁我先走啦。佢冇咩事啊嘛，傻咗啊！咁靓女真系沙晒。喂，浩行，我哋翻去啦。嗯。你想报嗰间系 Band One 嘅大学嚟噶，你要再勤力啲啊。其实入唔入到呢一间我都冇所谓。你嘅成绩入边间大学都一样噶啦。所以不过要我去嗰啲三流大学俾人睇死，就点都唔得。不过呢个世界都有唔系咁样谂嘅人噶啦。咪又系咁生存？系咪租班子小姐？有咩事啊？我知道寻日我啲朋友俾到麻烦你，真系唔好意思。算数啦，再见啦。系咪唔见咗本学生手册咧？是不是漏了在工作室那里？因为这样所以你特地拿回给我的，真的很多谢你啊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手册呢？想要。那就当然想要啦，那手册是我的。你想要的话就要自己来拿了。喂，等阵啊，你站在那里啊，等阵啊。你咁揸车好危险嘅咩？啊！我三日前先考到车牌，系咁啦。呢条路唔系去地下室嘅。边个话要去工作室嘅？咁你打算去边啊？我要带你上天堂。唔好啊！喂！George， 你买咗车啦？只事冇啊，条命生得好系唔同啲噶。仲有个咁靓个女仔添啊！乜 George 唔系基嘅咩？我系拜嘅。呢度系始泽学院。啊，系加洛莲啊！加洛莲。喂，实和子，余老师佢走咗未啊？星驰老师佢同小斌老师喺 canteen 食紧晏啊。加洛莲。余老师，啊，小船同学，一讲佢就出现啦。哟，做咩啊？系咪讲紧点解我咁靓仔？可能系啩。咦，呢个女仔好靓喎，佢系小船你嘅女朋友嚟噶。其实我哋拍咗拖好耐噶啦。边有啲咁嘅事啊？其实咧，我有啲嘢想星驰老师你帮下手。如果我可以为你效劳。是我的光荣。不制啊，一定不得啊。为什么啊，加洛莲？星驰老师他是帮过很多大明星剪头发的星级发型师来的。就算是这样又怎样，无端端做什么要给他剪我的头发啊？说得对啊，剪了这些头发真的太大了。还是把这么靓的黑发，很有气质。啊？不过我硬是觉得很老土。是不是阴呢？是这样，你给我看看先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好温柔的。明明不想再来这里，你到底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是加洛莲啊？是不是很漂亮呢？个头是星驰老师帮他剪的。眼眉上面两丝音齐音真是令人周身不聚。不穿校服的话会更加衬你。
好靓啊，加露莲，我个名叫做阿子啊。你今次点啊？寻日趁到咁行，做咩而家又转态走翻嚟啊？我冇话要做喎。吓，乜唔系嘅咩？系咁，你又走嚟呢度做咩啊？我哋好忙噶。我嚟系想攞翻本学生手册噶。本学生手册喺 George 嗰度噃。吓？嗰套衫俾阿子佢着。嗯。咁算点啊？喺你度就快啲俾翻我啦。你咁心急做咩啫？我想同你慢慢用时间去培养感情。原来你度，原来一直都喺你度，原来你系呃我嘅。一个女仔咁易俾人呃，真系唔系几好。吓，乜系咁咩？梗系啦，你班人真系。好啦，加露莲，厕所喺呢边啊。吓，去咩厕所我都唔加。你真系呀，系去更衣室啊。更衣室。在这里全部都是男人来，不是挺好的。全部男人？这里好大啊。嗯，这里呢是 George 的叔叔的，他曾经开过酒吧。是酒吧？不过生意不好，半年前就执笠了，所以我们就将他改造工作室了。你们四个人？嗯，四个人一起整的。哇，好可爱的 bra。我自己换得噶啦，你做咩啊，加露莲？冇嘢，呢度衫咁靓，嗰边度衬得起喎。一定好衬你噶，加露莲同 Paradise Kiss 嘅形象衬到绝啊 ！Paradise Kiss，Paradise Kiss， 亦都即系我哋个品牌个名嚟噶。咁唔通呢度啲衫系十和子你哋整嘅？冇错啊！真系犀利啊！呢度啲衫简直同铺头嘅冇分别啊！因为我哋每日都学点样做衫，呢一啲做衫技巧一早就学识啦。好犀利啊！喺此泽学院，几乎所有学生都系着住自己做嘅衫噶。吓、啊，咁十和子你而家着紧嘅都系？呢套系姐姐嘅衫嚟噶。你姐姐嘅？系一个叫 Happy Berry 嘅牌子嘅衫，有冇听过？嗯，我冇听过。啊、我唔识时装方面嗰啲嘢噶。姐姐佢系 Happy Berry 嘅设计师嚟噶，丝牌之类嘅流行杂志都成日有登佢嘅专访噶。讲真啦，你姐姐佢系职业时装设计师，真系好型啊。嗯，不过我点努力做都做唔到好似姐姐咁。点解啊？呢套衫都好靓啊。Paradise Kiss 嘅衫都系由 George 设计噶。跟住就由 Isabella 去做纸样，再由我同阿蓝去缝制。嗯，实话子虽然都好中意自己做衫，可惜我冇咩创作概念，无论点努力都好，都只系识模仿姐姐。此集学院三年级嘅时装表演系选出一个设计之后，就由其他学生一齐完成。George 系优等生，佢嘅设计梗系会被拣中咯，而我哋就负责去帮佢手。George 佢原来系咁叻噶。不过为了个时装表演，只是做一件衫实在太无聊了，所以每日放学之后就来这里开始制作 Paradise Kiss 的衫。当有一定数目的作品就拿去推销，我们制作的衫那么漂亮，我相信一定会好卖得的。我们并不是得闲找木衣姐玩玩一下，我们都有梦想的。要大家等那么久，不好意思啊。哇，好犀利啊！佢嘅身形真系 fit 晒啊，真系可恶啊！我对唔住啊！啊！之前我乜嘢都唔知道，寻日我竟然讲啲咁过分嘅说话，真系好对唔住啊！其实咧呢件事你明白嘅，咁就好啦，系咪？阿蓝，你寻日都讲咗啲好过分嘅说话，快啲同加露莲道歉啊 ！Sorry。太好啦，咁大家和好如初啦。嗯，你嚟呢度系想攞翻本学生手册噶嗬？吓、啊？我终于攞翻本手册，应该系好开心先啱噶。点解？我俾三日时间你。吓、啊？早板子小姐，你究竟愿唔愿意做我哋 Paradise Kiss 嘅专属模特儿？
幼稚园翻补习班，跑快啲应该可以赶得切噶。不过我个心不停咁跳，令到我跑唔。You're lucky, lucky, you're so lucky.